Flex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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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韧的。图片上看到这个腿贴贴的这么又直又高啊。Flexible. 柔韧的，可弯曲的，有弹性的。也可以翻译成灵活的，可变通的。那 flexible 的拼写 flex 先记住。flex 它本身是有弯曲的意思，比如说我手弯弯，腿伸伸，尤其是要做运动了，体力活动了，我做这个 flex flex 弯曲。后面的 ble 呢，形容词后缀字怎么怎么的啊。flexible 好，柔韧的，有弹性的。 flexible dancer 哎，怎么样？柔韧的 dancer 舞者啊，跳舞的人。定义一说 capable of bending or being bent， 这里有个词先拿出来，叫 b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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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曲。做动词的时候啊，弯曲。那这里出现了两个形式，一个呢叫 ing bending， 就动名词，它跟在这个介词 of 后面啊。还出现了一个过去分词的形式 bent， 最后定义最后那个 bent 啊，是它的，是 bend 的过去分词。那前面呢说 capable of， 就是指能有完成什么什么东西的能力。那 capable of bending 就是能弯曲。没完，说 capable of being bent 也可以被弯曲。being bent 就是被弯曲了啊。那自己可以弯，刚才那个人踢腿啊，弯腿啊，那是自己弯。那如果我们把一个柔韧的东西给折弯了，那是 being bent， bent 是 bend 的过去分词。flexible branches， 这个 branches 认不认识？是不是躺椅啊？躺椅是 ben， 不是躺椅，你可能想到那个长凳子 bench， b e n c h bench， 这个是 branch， 是原型 b r a n c h 啊。branch 是什么呢？就是树枝。那 flexible branches 柔软的树枝、怎么样呢？ swaying in the breeze。swaying 是摇摆。breeze 做名词 ，b-r-e-e-z-e 是微风、清风、和风。那柔韧的树枝在风中摇曳，摇曳，哎，挺好的。那个 swaying，s-w-a-y-i-n-g， 把 i-n-g 拿掉的话，它的原型 sway，s-w-a-y， 它有摇摆。其他它还有就缩服。你想想，你说着说着被说动了。sway 啊 ，s-w-a-y， 比如说，这个容易，这个人很容易被说服的 ，he is easily， swayed。看下面一个例子了 ，a material that is both strong and flexible， 中心词 material， 材料，哎，一种材料，怎么样的一种材料 ？that 一个定语啊，来修饰这个材料是怎么样呢？说，既强牢固，又可弯曲，又柔韧性好。那个是可弯曲也可以啊。这个 strong 我们可以翻成牢固，也可以翻成结实。如果说人的话，那就是强健了啊。那这个 both b o t h both a and b 就是既 a 又 b。那么 a b 呢，它分别出现了两个形容词，一个是strong， 刚才说了牢固坚固。 flexible 我们学的有可弯曲的，有弹性的，柔韧的。钢筋吗？啊，你说普通话好不好？就是建筑工地上看到的那个钢筋扎网的时候，这个钢筋它是 both strong and flexible。 哎，这是 a kind of material。 material 指的是原始的那种材料。定义一下面第三个例子 ，She's been doing exercises to become stronger and more flexible。这边 to become 就是为了变成后面的啊，后面加了两个形容词的比较级，一个是 stronger， 就是
更强健，嗯，这个时状刚刚出现过啊，把 ER 拿掉就是它的原型，嗯，还有呢出现了 more flexible， 就是更加的柔韧，嗯，整个句子的时态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she's been doing 怎么怎么样啊，嗯，has been doing 就是现在完成进行时，就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不间断的在做这个事情，嗯，他呢一直在锻炼，为了什么？为了强健，哎，变得更加强健而更加柔韧，嗯，柔，那这个 doing exercises 啊就是做锻做锻炼，嗯，那有时候呢直接用 exercising 可以替代，嗯，就是 exercise 啊，他这里做了一个名词，嗯，那单个拿出来这个单词呢它是可以做动词的啊，嗯，好，待会下面会出现。定义二里面分 AB 两块， A 说 easily changed，哦，就容易改变的， change change 原型啊，改变。定义二下面一个例子说 our schedule for the weekend is very flexible，我们的周末的日程安排是非常怎么样灵活的，嗯，可这个 very easily changed 的就是非常灵活的，嗯，非常容易改变的，嗯哼，也可以翻成可变通的啊，哦，下面意思都是相近的，他给出一个怎么样的另外一个定义说 able to change 能够改变啊，嗯，or to do different things， 或者呢去做不同的事情，yeah. 其实也就是灵活的，yeah. 可变通的。This computer program has to be flexible to meet all our needs。 这里这个句子的理解重点在吗？ has to 给出来就必须不得不，oh. 那么这个电脑的 program 程序呢必须怎么样？可以灵活的，达到我们所有的需求，达到 meet， 达到需求 meet needs，嗯，needs 后在后面啊。嗯，好，定义二 B 呢说 willing to change or to try different things， 这个还是 change。还是 try to different things， 改变或者去尝试不同的事情。这里加了个 willing to。Willing to 就是愿意，嗯，自己愿意主观上愿意去做后面的事情，嗯哼，还是灵活的可变通的，嗯，Whatever you want to do is fine with me， 这里有个先看 be 动词 is 啊， is fine with me 就是我都可以啊，哎，你说喝水，还是喝咖啡 whatever，coffee or tea， is fine with me。嗯，那么前面说，无论你做什么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无论你想做什么，我都可以。对 ，I'm flexible， 我是可变通的。嗯，这个你的时间就是比较 flexible， 是吧？对对对，你的 schedule 是。这个哎 ，schedule 就是你的日常的安排也是 very flexible， 是用得上的啊。嗯，一般自由职业者的time or schedule is very flexible。嗯，好，我们 flexible 的两个定义都完了，一个是柔韧的、可弯曲、有弹性的，说到材料啊，你提到建筑上的钢筋，嗯，还有那个。树枝在微风中摇曳啊，flexible branches sway in the breeze。在我们看 flexible 的名词词性 flexibility， 嗯 ，flexibility f l e x i b i l i t y， 那就柔韧度或者呢，还有什么灵活性？嗯。柔韧性、变通性，根据语境来翻译啊。嗯哦。She's been exercising， 刚才出现了 doing exercises，嗯，然后这边的 exercising 则叫做动词啊，嗯，刚才是做名词。那与这个句子的时态跟刚才那个句子的时态是一样，现在完成进行时啊。嗯。
他就是一直在做这个锻炼。对。She's been exercising，他一直在做锻炼，嗯。以来做达到后面的事情，to 后面跟上一个动词原形，improve 提升嗯，，improve 提升，来提升他的柔韧度。flexibility 啊，或者来提升它的灵活性。是的。紧跟着是最后一个例子了。He shows remarkable flexibility as an actor. As 你这里你觉得 as 怎么翻译哈？当他成为不要当，作为，作为一个，作为一名演员，嗯，怎么样？他展示了他。这个 remarkable，你先翻不出来的话，先跳掉。嗯，它展示了什么？他的柔韧性或者灵活性，灵活性。嗯。展示了它什么样的灵活性呢？这个 remarkable 显然是个形容词啊，able 形容词，一个词缀哈，结尾。那么 remarkable 呢，就是非凡的、杰出的、显著的。它展示出非凡的。灵活性，也就是说，他也许可以演年轻的，也可以演年纪大的各种角色啊。括号里等于符号后面，He can play a wide range of roles。这个 roles 呢，就是角色。扮演角色呢，我们用 play。Play a role or play a wide range of roles, a wide range of 就是非常宽范围的角色。最后副词呢，我们的 flexible 把最后的 e 改为 y，就变成了副词 flexible, flexible。哦，flexible, flexibly。我刚才是那个 flexibly 没读出来读出来。啊，副词。好的，我们一起念一下，一个人一句，好吧好的。Flexible. Flexible. Flexible dancer. Capable of bending or being bent. Flexible branches swing in the breeze. 这个很美的句子啊。A material that is both strong and flexible. She's been doing exercises to become stronger and more flexible. Easily changed. Our schedule for the weekend is very flexible. Able to change or to do different things. This computer program had to be flexible to meet all our needs. Meet somebody's needs 就达到某人的需求。Willing to change or to try different things.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is fine with me. I'm flexible. Flexibility. She's been exercising to improve her flexibility. He shows remarkable flexibility as an actor. Because he can play a wide range of roles. Flexibly. Flexibly. 好的。